像洒落在每一个街角，才发现原来是你的味道。我的心砰砰的小鹿乱跳，我听见爱情的讯号，看着你露出害羞的微笑，我的世界就变得很美妙。因为你每一天都不单调，永远忘不掉。我想牵着你的手走到最后，告诉你有你就足够。我会在你的身边等待着你的发现，穿过这重重无意的人世间，已说不出再见。我会在你的身边，无论是什么季节，无论是黑夜白天，你的可爱都会多一点。这是一份饱含诚意的合作协议，我代表旺达集团真诚地邀请你到我们国外总部为我工作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答应你？你还在继续研究 QW1 高效提纯、进一步降低成本的办法，对吧？我知道你需要更顶级的实验条件，恰巧我能给你这个条件。小魏总，你有目标一致，而且你又是又是那么的聪明，你不会拒绝我吧？嗯，柯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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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好吗？行了，你们两个人好好的聊聊，好好想想我说的话，想通了来找我。嗯，康叔，薇拉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放心，我是来带你回去的。您知道这个工厂具体在什么位置吗？星星，从我上车后，汽车向南方向行驶了35秒后，向右转弯90度，之后又行驶了40秒后到达目的地，全程车速大约在每小时50公里。收到。警方预计还有25分钟到达，在这之前一切小心。好。还有25分钟，蔚蓝就安全了。星姐，我查到门口几个放哨都不是普通货色，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轻举妄动。放心，我有数。我对你和董事长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你还冒险救我这把老骨头，我死在这是最好的。康叔，您知道我去国外调查的事情吗？当时多亏了当地人协助，事情才有进展。有人告诉我，多亏了一名匿名者，给他们提供了线索。
那个人就是康叔吧？康叔，您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害我。我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你说的越多，我越没脸见你们呢。可是我当康叔，你是家人，家人犯错，难道就此不再往来，任他自生自灭吗？来的路上，我们和康飞通话了，他想告诉你，他想和你谈一谈，试着来原谅你。啊，我也一样。所以康叔，你一定要配合我，我们一定会把你平安带回去。怎么样，小魏总？啊，你们考虑的怎么样？我研发 QW1 是为了低价收买。如果你想从中获利或者胡作非为，我宁愿死也不会让你得逞。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。好，既然你那么没有诚意，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。据我所知，润氏实验室内网有两个密钥，其中一个你在使用，对吧？实验室内网是公司绝密，里面藏的都是一些药品的实验数据，只有我和蔚蓝有进入权限。麦先生怎么知道的？肯定是高松。如果密钥泄露，就全完了。交出密钥，他才能活。不，蔚蓝，不能说，千万不能说呀！崔面试，我也不想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威胁他，可是你做的太不对了，我很失望啊！我说，老板啊，我什么都说。你不会骗我吧？会告诉你的。好了，康叔，康叔，你不应该为了我。我临时创建了一个内网页面，费总，你记住密码。嗯。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麦先生暂时没有发现异常。坚持住啊！再坚持一会儿，警察就会到达。敢用假房子来骗我，看来你是毫无合作诚意。你要干什么？手指头什么东西？炸弹！TATP 三果氰胺三丙酮。你应该很清楚它的威力吧？
这是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拿密钥换你们两条命，别再耍花招，否则就会被炸的都得粉身碎骨。我好心的劝你们，不要试图破坏，不要破坏它。这是我们旺达集团最新研制的光电手环，实时监测血流，一旦监测不到血流的信号，炸弹马上就会炸！你们伤害蔚蓝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像蔚蓝这种高价值的研发人员，如果不为我所用，还是死了最好。小魏总，我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。说还是不说？警察还有多久到？20分钟，还有20分钟。来不及了，我得去看看。星星姐，场内地形复杂，里面情况是未知的，我也不清楚蔚蓝和康叔的具体位置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把情况跟警方汇报，请他们尽快疏散群众。明白。过这种爆炸装置的控制，只要满先生身上的遥控器插进这个遥控密码，他才能停止倒计时。星星一定还在，想尽办法救我们。我们再等等吧。好。别动。蔚蓝在哪儿？星星，我要是你，就不会再盯着我不放。蔚蓝，就只能活不到10分钟。
把炸弹的密码卡给我。把炸弹的密码卡给我！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！在地上。想用死来威胁我，可还笑？杀了我吧！杀了我吧！等等，轻一点，卡断了不一定失效，可以让蔚蓝试试。柯树，快！啊！是老天不让你活，不过有人和你一起作伴，还不错吧？啊！我跟你拼了！卡住！别动！到地狱和你的 QW1 相依为命吧。生命危险，星姐，警察马上来了，你们一定要坚持住，拆弹专家马上就到了。来不及了，炸弹还有7分钟爆炸，这里交给我，无关人员马上撤离。蔚蓝，听我说，你在这里待着，我先把康叔送出去，你相信我，我会有办法的。
从这里到安全区只需要30秒，以你的能力20秒就够了。等一下，计时器上面只剩20秒的时候，你就从这儿冲出去。一个总比死两个要好。看着你心忍不住遐想，看着你傻傻笑的模样，总抱着一份倔强，不曾料想你似这般的逞强，三言两语掩饰过悲伤，可只能卸下所有伪装，不再装傻。幸好我已经结婚了。娶了我心爱的女孩。没什么遗憾。闭嘴。你还是那么不浪漫。想想就不该把风浪，也许你该走啊。很长我会陪你一起。我想想你放手。你听我说话，你走你会死的，你快走啊。这炸弹看来是拆不了了，但我会一直陪着你。贝兰，你还记得住我们婚礼上的誓言吗？无论健康、疾病、富贵、贫穷，我们都要永远在一起，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。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我不想假装我很坚强，你给的星光就算是死亡照亮我的方向，紧紧握也不能让我们分开。因被揭发存在严重的经济犯罪问题，遭到调查后破产倒闭。总裁曼先生因存在内线交易、不正当竞争等罪名受到法律制裁。
本月由润氏集团研发的新型抗癌药物 QW1 正式投放市场，并赢得国际广泛关注。曾作为 QW1 第一批人体实验志愿者，为 QW1 投产做出巨大贡献的润氏集团前任董事长魏宝峰，目前宣布润氏集团将与嘉乐制药联手成立癌症研究所。好啊，好。爸，今天是大年三十了，做年夜饭了吗？好好照顾自己，买点好酒好菜庆祝一下。老周给发了不少年终分红，我给你打了50000。天气冷，别忘了添几件新衣服。我们晚上要去未来家吃年夜饭。啊，对了，老周有事要说。爸，我跟薇薇领证了。我们打算等到春天，暖和一点就办婚礼。到时候，请您一定要出席。我们都很挂念你。从出狱到现在，2年了，他还是不愿意见任何人，甚至连住哪里都不告诉我们。我和薇兰其实早就原谅他了，可是他还没有原谅他自己。好好的，今晚家宴，叫我们去吃饭呢。我们这边结束，直接过去。嗯，梅西酱，林总。啊，继续吧。梅西酱，您与爱人一起创立的美妆品牌 Berry 派被新闻称作是国货之光，您个人的美妆博客也刷新了网站访问量。请问最初是什么让您走上了开创美妆品牌这条路呢？一开始我们是因为草莓派这个原因结缘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名字取为这个 Berry 派。对。曾经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美丽而无用的花瓶。我没有热爱的事业，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。后来我进入润氏集团工作，遇见了很多影响我一生的挚友。他们积极的人生态度让我开始思考，我真正想做的到底是什么。做一个美丽而有用的花瓶，这就是我的终身梦想。我来看看我们魏小总，他今天做了一些什么新的项目啊？我用毛细现象和结晶的反应搞了一些小摆设罢了，平时玩还行。对了，还有针对不同国家同学的季节限定，有樱花的、枫叶的，万圣节专属定制特别款，爸爸想要吗？2件9折。哎呀，我可不要啊。你妹妹呢？你们要
要是不服，就来这儿好好练练，我等着你们。爸爸，爸爸你来了，妈妈呢？喂，110吗？有人卖假药还动手，我还手的话算正当防卫吗？以后还敢动手伤人吗？妈妈好帅，宝贝。妈妈，有没有想妈妈？走了，回家吃饭。走。爸爸帅还是妈妈帅呀？妈妈帅。你个小叛徒，以后我再不抱你。真乖。那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谁更帅？妈妈帅。干杯！干杯！新年快乐！我们一起尝尝欣欣爸爸的手艺。来来来，尝尝我的手艺啊！多吃一点啊！多吃啊！吃菜啊！来，小兰，你刚和叔叔说你以后要干什么？爸爸妈妈，我以后要学周叔叔和康阿姨当大科学家。啊，哎，学你爸爸。哎，小红，你呢？我要学妈妈和姥爷去当兵。哎，小红，好样的！你应该多学学我，又美又红又有钱，身后还有个帅气的男人。喂，你们能不能眼光开阔一点？当年我们这群人里面，明明最完美的人是我。你们老爸，要不然你们妈妈怎么可能会嫁给我呢？我和你们妈妈是两个传奇人物的命中注定。嗯，初次见面呢，我们是在枪口下，后来我们并肩作战，甚至一起面对生死危机。婚礼那天啊，我们从坏人手中脱险那段经历，是我这辈子最闪亮、最帅气的高光时刻。又开始了。
上路。当你被别人控制住身体，自己又受伤的时候，怎样用最小的力气扭转局势呢？答案就是攻击对方最脆弱的地方。双手向上撑，双肘下沉，锁住双臂，斜翻45度，最后一步，找到你身边可以作为武器的东西。可是万一没有能做武器的东西怎么办？仔细找肯定会有的，比如说筷子、钢笔，甚至一块尖锐的石头，都能在关键时候成为你自保的武器。事情就是这样了，不可信，不可信，好怀疑，好怀疑，真的是我救的。哎，星星，快帮我解释一下。哎，你可别找我啊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一醒来，我就在医院了。来，慢点。我来呢，有两件事情要宣布一下。第一，魏先生。你刚刚做好伤口缝合手术，这个饮食要清淡一点，伤口不要碰水哦。嗯，明白。第二，魏先生，魏太太。嗯。恭喜你们即将迎来新的家庭成员。看看。孕酮值，嗯，孕妇的腹部虽然受到外力冲撞，但是胎儿很幸运，各项指标一切正常。哎呀，这可真是一个幸运的小家伙。怀孕了？嗯，我怀孕了。什么什么什么？星星怀孕了？是啊。你又睡我闺女。洪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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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法的。哦哦哦，对，嗯，好事情啊。另外一个验血单显示啊，孕酮值偏高，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有可能是双胞胎啊。啊啊，哎，所以魏太太，你赶紧做一个全面的 B 超检查啊。宝贝，恭喜啊，孩子，孩子，你这个双胞胎。妈妈肚子里的宝宝就是我们了，妈妈辛苦了。真乖。妈妈，我和妹妹给你和爸爸准备了礼物。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礼物？什么礼物？要什么礼物？礼物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哇！祝爸爸妈妈新年快乐！好！哎呀！哎呦，真可爱！哎呦，来来来，你们一起加油，反正的话，你们一起了吗？一起加油！是啊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！一起加把劲！大孙女真不错啊！来来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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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喝杯酒，喝杯酒，吃饭，吃饭！孩子，别光吃饺子，来来来，吃菜，干一个，来，吃菜，干一杯，准备，来，干一个，干一个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来，哎呀，
来，赶紧吃，赶紧吃啊！趁热吃，趁热吃。好，来来来，我要吃这个。来来来，吃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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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个，这个，吃这个啊。观望着你背影的方向，看着你心忍不住遐想，看着你傻傻笑的模样，总多着一份倔强，不曾留像一次这般的逞强，三言两语掩饰过悲伤，何时能卸下所有伪装，不再灼伤以往，不会再这样。